今天做麻辣豆腐包，150克温水加3克酵母，300克普通面粉，1克泡打粉，8克油，5克白砂糖，倒入酵母水，肉光化之后室温蒸发至200大。前两天发了两盒豆腐，准备小葱和榨菜，豆腐里加3勺小葱、2勺辣椒面、半勺豆瓣酱、五香粉、盐和糖、白胡椒，油里加花椒炒香，去除花椒淋进去，加2勺榨菜、半勺花椒油、半勺麻油、2勺生抽、2勺蚝油，小心的搅拌。我这里用了2盒嫩豆腐，老豆腐也可以。面团发好了，先压一下排气，做成长条，切几子，每个约45克。上锅蒸12分钟，这样这个红油进到面皮里面，太有食欲了。这个包子真的是万能的，比面包什么好吃的都可以的。黑米也想吃一点，但这也是辣的。